你最近做咩啫？做鸭，做烧鸭，炭烤炉你系见过啦，街边炉你睇唔少啦。今日我带你哋睇呢个炉咧，犀利啊！号称全自动嘅烤鸭机，你见过未啊？好简单嘅啫，打开个门，放只鸭入去，锁紧。开跑！等阵就得噶啦。嗱，你睇人哋老细啊，斋专利都成700个咁多啊，咩意思呢？人家没有功能他有，人家有功能他还要犀利过人。自动旋转的市面上大部分的机器都能够实现的，但是他牛逼的是转盘在转的同时，这只鸭他自己都懂转的，实现了360度乘以2的无死角空敲，目前只有这台机器可以实现。醒目一点就快快点个赞，方便你以后找得到。功能方面，他可以用煤气也可以用电，不锈钢打造0-400度的温控，60分钟的定时，55cm 的超大发热区，自动转盘，不锈钢内胆，榴莲保护，高温熄火，双层隔热玻璃，移动脚轮，油水分离，哇！真系一卵嘴都讲唔晒啊！操作面板咧睇落好复杂，我亦都问咗老细点解唔用集成电道，人哋而家都系啲大屏触控噶啦。老细话呢个就系佢做咗咁多年售后1%都冇嘅秘密，结构简单先襟用喎。不过讲落又系，坏咗边个零件落楼下5金店就有得卖，维修方面又唔会耽误人哋做生意。终于烧好啦，我哋即时嚟睇下咩环境先。哎呀，我等唔切啊！试下咁样成只食未啊？哦，我只鸭烤得非常之蓬松，肥瘦的配比啊，相当到位，酥脆的程度咧又唔使讲嘢。我都是第一次成只鸭咁样食嘅啫，呢个场景就是我细个发梦嗰时见到嘅啫。下期视频手把手教大家点样整呢只烧鸭出嚟，大家帮我点下关注，粉丝到4000嘅话咧，我就直接公开呢只烧鸭嘅制作秘方，我话嘅。